李卓人議員。係，多謝咗代理主席。就頭先阿張超雄講咗咧，佢嘅修訂咧就係將即係行政長官嗰個所有啲薪金咧係扣曬，咁所以咧就佢嗰、那個。議案呢就以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5056752，咁我而家嗰個修訂呢就係、是、同樣個總目21削減5056063元，咁大家分別睇到呢就係、是、係俾返689元啊梁振英嘅，咁啊即係當然我哋根本認為佢應該扣曬，我哋認為應該呢係落下台咁啊算啦，但係即係既然佢攞689票，咁啊但佢起碼都有689個人係投票選出嚟，咁啊當嗰689個人呢就每即係我哋代政府出糧俾阿梁振英呢就係、是、用689元係出糧俾佢。咁但係其實本身根本梁振英係唔值得香港市民出糧俾佢，亦都根本唔值得係佢係坐可以繼續坐呢個特首呢個位嘅。咁其實梁振英啲即係禍港殃民啲罪呢真係數極都數即係好多次喺呢度議會。咁大家記得一開始呢個議會已經數佢第一個大罪呢就係、是、誠信罪。啊、由僭建嘅誠信一路到佢所有佢啲政策都大家都發現佢係講大話、啊。然後跟住呢就用語言藝術去兜。咁所以第一個罪肯定係誠信罪，但我今日都唔想講咁多，因為即係數唔完嘅誠信，亦都以前都數過曬。如果大家睇翻立法會啲記錄咧，其實大家都會所有議員係監察呢個特首咧，都可以數到佢啲誠信問題。第二個最大問題咧，我覺得係即係佢係出賣咗一國兩制，佢係出賣咗香港嘅利益。咁我好記得大家記得咧，就係、是。特首喺個施政報告發言嘅時候咧，就裏面提過一個香港嘅學生啊，去到咧廣西嗰度咧就做生意，咁而家好成功咁樣。即係我覺得個信息咧係好得人驚咧，就係話俾全香港人聽，就係話香港冇機會嘅，啊啲機會全部喺內地。咁大家諗下咧，有冇一個地方？嘅首長竟然係出賣自己香港人嘅利益，出賣到一個地步咧，係話俾全香港聽，大家要揾錢，要揾食，翻大陸啦咁樣。就算咧，你倒翻轉啊，佢仲衰過內地啲省長、內地嗰啲市長。內地嗰啲咧，哇，個個都係幫佢自己嘅地方，就算內地啊，我唔講緊啲民主國家，唔講緊啲民主選出嚟嘅市長。就算內地啲市長啊，佢哋都係為自己嘅地方搏命宣傳，希望啲係職位金投資留喺本身嘅地方。但係依個特首竟然出賣香港到一個地步，港人利益到一個地步，佢唔係幫香港去宣傳，佢唔係幫香港去話啊，大家依度係大把機會。係話俾香港人聽，你嘅機會喺內地，咁變成有咩意思啊？咁樣香港點發展落去？即係其實好侮辱香港人。大家記得香港本身其實係好光榮歷史，其實辛亥革命本身，如果大家去睇香港嘅文物徑，咁大家都會睇翻香港當年係點樣係貢獻辛亥革命啊，然後跟住一路落去。去到改革開放，香港亦都係喺呢個成個經濟嘅管理嘅方面、經濟嘅運作方面，亦都係貢獻咗。到今日其實仲有好多嘢要貢獻，我哋嘅司法制度、我哋嘅普世價值、我哋嘅民主自由嘅制度啊，當然而家咧受到攻擊、受到侵害，但呢啲嘢我哋都係香港人係應該係為呢啲嘅價值，為我哋可以有呢個空間。係捍衞呢個空間，繼續捍衞呢個空間咧，係感到驕傲。但係呢個特首唔會講呢啲嘢嘅，個特首就話俾香港人聽：係香港玩完㗎，你翻去啦。咁即係佢拆嚟拆到咁嘅地步，佢全部成個嘅即係管治嘅中心點就係佢要表示自己係中共嘅一個傀儡，喺香港係執行中共嘅政策，而係佢一切榮耀要歸於。中央政府
然後一切嘅機會都係喺內地，所以成日都講話啊點樣做啊倚靠祖國啊咁，即係整到香港冇曬我哋自己嘅優勢咁樣。其實香港其有優勢，亦都要發展啲優勢，但係輪喺依、這個輪落喺依一個嘅特首身上咧，就令到我哋嘅優勢一日比一日係一路俾佢唱衰咗。而大家亦都唔去發揮自己嘅優勢，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即係如果你咁樣出賣香港法咧，點值得我哋係香港人要出糧俾佢咧？第三個最大問題咧，就係、是、即係你睇佢所有啲處理社會政策咧，都係令到香港嚴重嘅社會分化撕裂嚇、啊。本來咧就係、是、即係大家睇電視上有得揀，你又整到佢冇得揀嚇、啊，即係將嗰、那個香港 TV 大家睇到。佢竟然係用啲咁嘅喇喳手段，係將佢完全係唔俾免費排佢。咁啊，國教又係死推國教，最後當然佢都要縮，但係縮咗之後，我哋都驚佢化整為零，繼續係喺啲學校裏面而家搞普教中嚇，咁、啊、變成亦都係其實慢慢侵蝕咗我哋本身成個社會香港嘅特色，香港嘅一個嘅立場。啊！喺語言嗰方面嘅立場，咁所以大家睇到佢一路所做嘅政策咧，都係令社會係嚴重分化。咁亦都係中港矛盾裏面，本來即係如果我哋嘅特首係可以有啲政策係疏解到中港矛盾，就唔使令到個矛盾一路係越嚟越演得係激烈，而最後其實香港人係好慶咧，就係、是、根本我哋殺到埋身啊！我哋一切啲嘢又租金又貴曬，啲嘢又貴曬。然後跟住又好似個特首又處理唔到，咁令到因為而家係出現一個中港嘅矛盾咧，係變成係處理唔到，就是、因為我哋冇一個政策去處理，咁特首亦都好似唔理咁樣。咁最後即係當然我等間會講埋勞工嗰部分，但係未講勞工部分咧，我仲要數多佢一宗罪咧，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個咁多屆嘅特首裏面咧，係最懶嗰、那個，係最離境嗰、那個、啊、大家睇到佢即係將三個特首去比較，佢而家放假已經放得最多，然後去內地去探探內地各省各市咧，亦都係最多。咁最近亦都係又放咗假。咁佢其實幾好做喎，所以更加要扣人工啦嚇。佢真係而家即係擺喺香港時間，可能都係值得689蚊嘅啫，因為佢全部都放曬假。然後所有啲嘢咧，而家社會上所有啲議題咧，佢冇一樣議題佢需要自己去處理嘅，差唔多啊，扶貧又唔使處理啊，政改又唔使處理啊，房屋又唔使處理，高鐵而家嘅問題又唔使處理。早知佢就唔知去咗邊，咁依個係咪我哋即係香港人點解咁即係咁悲哀嚇？即係要捱依個咁嘅特首呢？咁然後我最後想同翻，因為啱啱五一勞動節。咁我好記得嗰日五一勞動節咧，就我去咗個政府嘅酒會嗰度。咁嗰日嚟嘅五一勞動節個酒會嚟嘅咧，就又唔係特首嚇，係即係處理特首林鄭月娥。咁我特首去咗邊咧？咁原來嗰日咧去咗法國，去法國做咩咧？嗰日五一勞動節啊，即係個特首唔理香港工人，就原來去咗法國咧，係去飲人哋嘅婚宴。咁、那個婚宴係邊個咧？就原來何柱國同埋阿林建岳嚇嘅，即係佢哋即係襯對襯家啦嚇，即係一個嫁即係嫁一個嫁仔一個娶新抱，即係我都唔知係嫁女一個娶新抱咁啦，即係早知就去咗飲啦嚇，去咗法國飲啦，咁變咗，但係香港工人去乜一啲信息都冇，一啲都唔使理，咁即係邊樣嘢緊要咧嚇？不過對佢嚟講，可能去飲緊要啲嘅，因為佢最後佢都係傾斜於啲有錢嘅，傾斜於財團，所以翻翻去勞工嘅問題，點解佢咁樣做，咁樣繼續一路咧係當工人啲權益咧係全部都係即係唔肯去即係做任何嘢去推動勞工嘅權益咧，就因為根本佢即係根本係傾斜於啲有錢嘅，傾斜於財團，所以嗰日去嗰下咧，其實好象徵性。因為即係去有錢佬啲婚宴咧，係緊要過留喺香港，係即係幫工人去睇一個勞工嘅權益問題。咁有三大勞工權益問題咧，佢係出賣咗。我講第一樣嘢先，
其實大家知道他是靠最低工資某個程度呢是去扮去親基層，因為我第一次見他呢，我唯一一次見他在即係他未做特首之前呢，就是他同約我去傾呢個最低工資，咁啊梗係講曬話佢都好支持啊咁嗰類嘢。咁但係大家睇下佢上任咗之後，佢個最低工資有冇再講過嘢呢？冇啦。我哋話要一年一檢，佢話有冇話到支持呢？冇啦。仍然是兩年一檢，而家最低工資檢討緊，去年5月1號加咗，而家檢討完咗之後呢就下年5月1號先加，佢一樣係兩年一檢啊。咁點解佢當年就扮曬嘢，話係覺得最低工資緊要，要推動最低工資，係啦，立咗法啦，都唔係佢立添，係上屆政府立，立完法之後，佢就對於呢個最低工資一路被通脹蠶食，隻字不提，一個最低工資一路的水平是追不上綜援的一個可以養到家的水平，他不講就有他。那這個即是不是即是上了位之後踩住勞工上了位之後就出賣勞工呢？這個就很明顯。然後跟住他踩住上位的時候呢，他亦都是承諾兩樣東西，一個就是推動立法標準工時，那現在很明顯這個是一個即是大謊言，這個假的了，因為他已經成立了，又是靠一個委員會過橋成立個標準工時委員會，那標準工時委員會等到下年年尾呢才會完成曬個工作，那大家想想下年年尾已經2015年年尾了，那還要怎樣立法呢？16年已經沒有立法會了，又要再選過了，17年又要再選過特首了，根本就很明顯就拖了算數。咁一屆拖完一屆，上屆研究咗之後，今屆又再研究，咁永遠係都係唔肯立法。咁所以我哋覺得根本呢個特首亦都呃咗香港工人，話喺個政綱嗰度講咗嗰啲嘢係唔算數。咁另一個講咗唔算數呢，就係關於強積金同埋遣散費對沖，又係即係呃咗香港工人，又話又喺個政綱嗰度寫咗。咁然後跟住實際上嘅情況出現呢，就係、是本來以為今年在施政報告會提，點知施政報告之前呢是啲大商會全部操上去找梁振英，找完梁振英之後呢，在整份報告裏面呢，施政報告裏面呢隻字不提強積金與遣散費對沖的任何的建議，咁變成呢，就算我唔係話一，就算佢個字眼政綱嘅字眼可能佢話我冇應承到對沖啊，佢有應承到係取消部分對沖。就算你取消部分對沖咧，佢都冇做到啊嘛。咁然後翻翻去政府嗰度，而家財經事務局又好，勞工事務局又好，講嚟講去都係話會研究，但點樣研究？研究啲乜嘢唔講？然後淨係話非常之大嘅爭議性。講完爭議性之後，幾時會完成嘅報告唔講，根本乜都冇。咁又係呃咗我哋香港工人，所以五一勞動節嗰日我哋上街遊行，就係要問梁振英追數，追返佢所有應承過勞工啲數，我哋希望佢還返嘅，仲要包括埋全民養老金，而家亦都係冇，淨係搞咗個長者生活津貼係唔夠嘅，但係始終香港人香港嘅工人退咗休之後仍然係冇任何嘅退休的保障，沒有全民養老金的制度。所以所有這些東西，我們五一勞動節那裡遊行，全我們幾千工人去到政府總部，就是要問政府梁振英拿回我們應有的東西。但是當然那天呢他又不在香港，因為剛才都說了，就是去喝是緊要過在香港留下去聽勞工的聲音。大家看到這個這樣的特首是咁冇誠信，令社會撕裂，又會係喺即係出賣香港人利益，出賣一國兩制，咁然後跟住又成得係離岸唔做嘢，然後最後亦都係喺勞工嗰方面出賣咗。頭先上一節張超雄講咗，佢亦都出賣咗根本居民嘅利益，上公屋居民嘅利益亦都係被出賣，到而家仍然係要捱貴租，係是在個劏房裏面繼續捱下去，而個劏房的租金是真係一路不是話幾年升一次，是一年起碼要加一次租，
根本一路加落去，冇任何管制，佢又唔做任何嘢，咁最後香港民生咁樣倒退法，係咪佢淨係值得嗰689蚊啊？多謝大家。